小朋友，我认出来是谁了，眉眼之间认出来了。小童在哪儿呢？肚子里呢。小童在肚子里。天哪！感人啊！一看，像我不？哎，这我都没认出来。坐着的是啊。上面是我姐。 家里有姐妹的人吗？就基本上都是这样。我这件衣服是我姐的，我姐那件衣服是我妈的。啊，捡衣服穿。但这不是在我家，这是在照相馆。啊。而且你看旁边的这个小鹿都憋气了。我们就在想照相馆的技术怎么把垃圾袋都拍进来。对啊，你不说我也以为是垃圾袋。当时拍还没露气，鼓着呢，这时间长了，我捡了。这是我跟我妈妈。 哦，这张照片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比赛，在上海，全程的是我妈妈陪着我，我拿了一个全场最佳的安慰奖。<笑>我妈在后面就说：“哎呀，儿子，你最棒的，我就觉得你表演的特别的好，你特别特别好，所以我还要继续努力，成为我妈妈的骄傲。”这个没跑，一看就是腾哥，太像。这是几岁的时候？ 4、5岁吧，估计。那时候就有美图秀秀了吗？就是。后来是我姐给做的，这是我爸出差去上海给我买的这身西装，完了跟礼帽，完了我爸自己给我做了一只拐杖。